Good evening, NY 14. My name is Carla Santillan Guerra, and I'm with the Office of Congresswoman Alexandria Ocasio. 早上好，我是 Carla， 我是从这个国务院办公室 AOC 办公室的专员。有几样东西想跟大家讲一下的，就在我们今天会议开始之前，请等我一下，我现在再看一下我的简报。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iting. I apologize for that. 不好意思，我们延误了一点。如果你是刚刚登录我们 Zoom 的房间呢，请你在这个 Q&A 这个问答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帮你问你提出你的问题，我们会尽量会解答。或者呢，打这个电话7186625970。 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那我们的职员，我们国会议员办公室的职员呢，也会在看着我们的留言区域。那这个活动呢，也是直播呢，除了直播之外呢，也会有一个语言的版本提供的，所以是很全面的。 那首先，今天晚上我们的居民大会呢，会先有我们最近的这个 Omicron 的这个情况疫情的情况，我们今天请来我们纽约市的卫生局局长乔科森医生，今天会跟我们讲话，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些。 也会有一些居民的权利，租客的权利，跟大家可以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局长乔科森医生，他呢也是一个作为一个医生，也是以前呢是参加过，在不同的州工作过，以前在路易斯安那州工作过。 那现在担任局长，感谢国会议员的今天的这个活动。今天呢，请来我为大家讲讲这个 COVID-19 这个疫情，也是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些题目。 我特别想要提出，就是疫情来说，我们过去几周都是非常困难，我们很明白。然后我们在布朗市区的火警，还有一些江西的案件，在一个医院那边发生。 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关心的议题，也是跟我们这个区里面的居民来报告一下。我们知道你们在这个过程之中，那我们也是很关心你们的状况、健康状况和居住的状况。那我们同时呢，我们是。 非常的鼓舞的，对于我们纽约市市民来说是一波一波的疫情。那我们刚刚 Omicron 这个疫情的影响，大家也是看得到，是严重的。那我们最近呢，我是亲自去造访过一个行动中心，是我们医疗的前线人员的一个服务中心。 另外呢，就是在我们放假的时候呢，也是去访问过 Amherst 的这个医院，去了解当地的一个抗疫的状况，还有我们卫生的前线人员的状况，因为我们有。 卫生的状况呢是关乎于全市市民的健康还有居住。
cases is now below 8,000. It's about a fifth of our peak, which was. 那我们是在14天的平均数呢，是低于8000，这是一个疫情的回落，是感染的比率有回落。有。最近呢有回落呢，是有几个数据都可以看到。那这虽然是有回落的迹象，但是我们社区的传播还是有算是严重的水平。希望大家这个数目呢不单是一个数字那么简单，这也是我们的。邻居是我们的其他市民，也是我们的很多教师工作人员。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继续去保护自己，有口罩的要戴口罩，要去打加强针。如果是有 N95 的好的口罩应该戴上，然后还要有可以检测的时候呢，应该去检测是否感染。那我以下呢还有以下呢是医生用西班牙语把他之前呢讲过一个段话，用西班牙语讲一遍。他也提到呢，是他的西班牙语只是一般的水平，不过呢，他是希望还是表达一下。Y durante las vacaciones de fin de año, visité el hospital local de mi vecindario, Elmhurst.Y vi a nuestros trabajadores de atención médica dedicados y agotados que han trabajado incansablemente para mantener a sus vecinos saludables. A lo largo de esta pandemia, los neoyorquinos han trabajado para mantenerse a salvo unos a otros. Esto es parte de lo que hace que nuestra ciudad sea tan grandiosa.Hemos descendido de lo peor del pico de Omicron, pero sabemos que tenemos más trabajo por hacer. Nuestro promedio de 7 días de casos diarios es menos de 8,000, aproximadamente una quinta parte de nuestro pico de casi 43,000 casos al día a comienzos de enero.De igual manera, estamos viendo un decrecimiento en las hospitalizaciones por COVID-19. Permítanme ser claro, estos números siguen siendo muy altos, lo que significa que la transmisión comunitaria sigue siendo generalizada. Estos números no son solo números, son nuestros amigos, familiares, maestros,dueños de bodegas y enfermeras. Tomamos estas precauciones para protegernos no solo a nosotros, sino también a nuestra comunidad. Por lo tanto, urgimos a todos a tomar medidas simples para prevenir más casos, enfermedades y muertes, vacunarse y colocarse la dosis de refuerzo.Usar una máscara en público, particularmente una de alta calidad, como una KN95, KF94 o una N95. Continuar haciéndose la prueba y quedarse en casa si resulta positivo o se siente enfermo. Y ahora regresaré al inglés para el resto de mis comentarios.I know that during this Omicron wave, 那我知道呢，在我们刚刚通过的这个疫情的情况，在 Omicron 的这个变种的病毒下面呢，我们知道有更多的
朋友是有感染情况。那希望呢，大家是还是把要接种疫苗，还有需要去打加强针的朋友也是要去打加强针。这个是可以提高我们社区里面的免疫能力。那我们也想提一个一个数据，就是没有打过针的朋友呢是八倍那么高，有比打过针的人有八倍那么高的机会呢是会进医院的，所以我们想我们居民注意。另外呢是我们疾控中心他也是提到了这个我们现有的疫苗呢是对 Omicron 的这个病毒是变种病毒是有一个保护作用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是考虑去接种。那我们是希望这些不同的一个措施，包括疫苗，包括保持清洁这些类的手段，这是我们跟病毒共存的一个手段，也不是但是要注意，这不是要我们是掉以轻心，就不是这个病毒已经过去，也不是这个大流行已经过去。那之后呢，我们是希望可以看见更好的数据，有更少的感染率，然后希望呢是在余下的时间呢，我是希望可以回答一两条问题，然后和我们社区居民交流的。感谢医生，感谢乔科森医生的说明。其中一条问题。作为少数族裔来说，那我们做大学生或者一个多元的家庭来说，应该怎么样去保护自己？教育的环境呢？教育的环境，你说学校啊，各种场所啊，这个确诊的比率现在有下降的，一般呢现在大部分的学校，公立学校是纽约的大学和教育设施呢一般现在已经恢复到大部分的运作，但是个别的学校呢是要讲他们自己的措施，不过我们是希望有不少的学校已经提出要所有人员接种这个加强针。如果是在这种室内的这一类的场所，教育场所应该是戴口罩的，然后是要有一个好的夜天，口罩是更加好。你也是应该是经常的去做检测，也是需要是不单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你身边的人，特别是老年的朋友和亲戚。Thank you so much for addressing my question. 感谢乔克森医生。The Johnson and Johnson vaccine has a risk for blood clotting. Are there any 这个强生的疫苗以前有一个凝血的一个效应但是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去接种这一类的疫苗，还是应该是接种另外两种的疫苗？那强生医生提强生这个疫苗呢是有一个这样的副作用是非常非常小，另外呢是可能会是对还是对大部分人是很有用的。
which are the other two vaccines that are 另外两种的疫苗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know is that the benefits of Moderna 和Pfizer 的这个疫苗呢，它是大家知道大家是担心有副作用，那它们的副作用是远小于你是去自己去在外面去感染病毒的，所以我们是他们是特别特别的可以是保护你不会这个症状变成最严重的症状包括你可能要到医院来，因为你呼吸困难，有各种大的状况。有大部分的副作用呢是一般的，都是普遍的。一般两三天就可以复原，再打针的部位会有疼痛。还有是有一个可能会感觉累的情况。有一部分的人，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人呢，100万里面或者200万人里面，可能有一个他会有一种一种比较大的一种反应是因为敏感产生的。The other side effect that I do want to mention is heart inflammation, what's called myocarditis medically. 有一个也是对于年轻的男性来说，很年轻的男性来说呢，可能会有心肌肉的一种发炎的情况，但是这些也是很少很少部分人，但是他是如果有这种情况，可能有心旁边胸部疼痛的话，应该要马上去就诊。If you get a vaccine in the city-run site, this is also another question from constituents. Yes, this is one I can answer briefly. Yes, we are still offering the $100 incentive. 有没有这个100块的奖金？现在在我们纽约市政府开的这个疫苗接种中心，我是很这个关注这个问题的。对的，是的，现在我们还有提供这个。这个奖励的。So this one is from the Pelham Bay area. Does Dr. Choksi have any updates on Mayor Adams' mental health plan and NYC? Kind of a transition away from. 对新政府，Adams 政府呢，新的政府有没有一个精神健康的一个计划？People have. 那我是体会到这个精神健康的这个问题的。这我们部门里面自己一般都是叫两个大流行，就是一个就是疫情大流行，还有现在一个精神的健康的大流行。那我知道新的市长呢是非常的重视这个议题。那我们是。那我们是现在专注在这个外展，专注令一些资源落到需要的一些人群里面，比如说在一些地铁站啊人多的地方呢，我们都是推出这些计划去人多的地方去帮助需要的人。那如果你是自己对于精神健康有关注，或者朋友亲人有关注的话呢，你应该要打888NYC Well 这个电话号码，那我你就可以得到这个 NYC Well 这个电话或者网站都可以。NYCW
ELL 这个是网站的地址，你只要去查这个地址，你就可以去找到一些资源。那这些资源呢，还是有你所用的预言的，应该。And then I received the Moderna booster. Does this mean I need like two more doses of the Moderna to be considered fully vaccinated? No, that is not the current recommendation. 现在的有一位居民是有收到是接受了一针的 J&J 强生的疫苗，然后是再打了一条再打了一针 Moderna 的 Moderna， 他是不是是这个是算完全免疫接种完毕是的，现在的建议是强生的疫苗呢还是一针的，不是两针的，所以你已经算是完全完成接种，而且是打了加强针。I'm also following this. 五岁以下的儿童可不可以接种？暂时来说，我也是关注这个问题。包括我自己也有一个五岁以下的孩童。那现在呢，还是没有这个建议。应该在这个今年的春天。四月五月可能会有一个 vaccine for kids under five that is gone through 以下的一个建议，现在暂时没有。我也希望可以快一点，不过我们也是希望参考科学数据，希望可以用一个最一个很高标准的来要求这件事情，所以暂时没有这个建议。感谢 Sunnyside 的一个同事一个居民。No, I do not. I know that there is some conversation about that out there.But although Omicron is extraordinarily infectious, that doesn't mean that, you know, 100% of people will get infected. 他是提问呢，是不是所有人最后呢都会感染到 Omicron？ 医生说，虽然这个是一个非常的大的有传染性很大的一个病毒。还有个变种，但是他不觉得所有人都会感染到的，但是还是要去保护。Omicron 呢是非常的不一样。我们也是相信，不一定，因为有机会会有长期的一个影响，所以呢，希望大家是还是注意。这个卫生最好还是不要得到这个疫症。Do you see us needing a booster after a booster as new variants keep rising? Like, is this going to be like? 你觉不觉得我们在加强针之后还要打另外的加强针？那我们现在呢是根据科学，我们不清楚，不过有这个可能性。Three doses of the mRNA vaccines. 现在呢，我们是还是根据这个卫生的一个建议呢，就是三针的 mRNA 这种类型的疫苗呢，就是已经完全接种，而且是把你的免疫系统更新过了，所以呢，但是我们是要。去看科学的报告，也是要看数据的显示。那我们是以后是不是应该要变成一个每年的一个更新？那我们现在暂时不知道。
那这个我们的卫生局是 有责任去为大家来报告的，让这些数据有完整的时候。Antiviral pills? 那我们另外一个问题是对抗那个病毒的一种口服药呢，现在在纽约市还有没有的？那是有的，这种药，口服药，那现在呢还是这个数目不是很多，不过呢我们是这样持续用这个用在最比较弱势的一种人群，还有老人。那我这一种药呢有个特性，就是要非常早的去吃的。那它是也如果是这个药是要非常早的去吃，另外一种医治的方法呢，就是一种鸡尾酒的一种治疗法，是一个抗病毒的治疗法。那这个呢是要去询问你的家庭医生，还有你自己的医护的提供者。Just have one person testing at a time and lines over 100 people in the freezing cold. 那为什么？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检测中心很多时候是这个检测能力不是很够，只有一个人在检测，但是很多人在排队。Department runs several sites like that. Our colleagues at health and hospitals also do run those sites. 医院，我们也有一个检测能力的，但是有在我们 Omicron 那个病毒的这种变种的时候，曾经是有很多人就想要去检测，所以变成很多的人在那边排队。但是现在的情况应该也是有好转的，以我所知。那纽约市政府运作的检测中心呢，应该是现在有多于250个，那你是可以上网去看这些地址在哪里。那我是提供了这个 nyc.gov COVID test 这个网站，那你是可以去上去看。那我们现在也是开始用提供一些在家测试的一种测试机，让大家在家里可以去自行检测的。And this question is from Astoria. So, 另外一条问题有 Astoria 的朋友。Because I've seen like the CDC's recommendation shift a lot. Like, so CDC 的这个检测啊，各种的一些政策好像有很多变。Yes,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跟进呢？那我是知道这些政策还有一些建议呢，是有改动有变化。就是特别在这个缩短这个自我隔离的这个情况呢，是缩减到5天。For example, you don't have a fever. 如果一些已经退烧的人呢，没有发烧。Emerge from isolation, provided that they continue to take precautions at least. 那他们呢是还是要5天之内，那你应该去戴口罩，一个好的口罩。Activities, you know, as you would per normal, and exposing other people, and this is really to try to strike the balance between minimizing the disruption. 这个呢是我们CDC 呢是尽量去平衡两方面的，就是对这个工作的影响，还有呢是这个健康的影响。
那一般现在我们是五天以后呢，一般就是传播能力会减少，不过不是零。我清楚这个是好像比较经常改动的一个状况，是有一些造成一些误解。不过呢，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去上我们的这个卫生局的一个网站上面去查询，212 COVID-19 这个电话也可以去了解到。Concerning the two new Omicron subvariants. Omicron 的另外两种小的变种，那我们是不是要很担心？Right now, it's something that we're following, but it's. 我们有跟进这个情况的，我们有关注，但是我们没有看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那我们是看不到一个和 Omicron 有什么太大的差别。We are following it. 我们有在跟进，也有在一些公布上面也有提到的。我们还是应该去用科学来去看待这个事情。最后一个问题，Soria 的一个朋友。你怎么样去作为一个医务的提供者，你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个疫情，还有怎么样去保持乐观？我是感觉到很乐观的，虽然在过去两年有很多压力，有很多的一些不好的例子，不过呢，我是看见纽约市这所有的市民，包括在去年三月四月的时候的这情况好像有变差，但是大家邻居医疗的人员不同的人都是有合作帮助大家互助。我们是在最差的情况呢，我们都有保护到我们最弱势的人群。那我是在过去一段时间不停观察的不同的情况，还有一些以前有很多包括现在也有很多一些假的不准确的一些消息。我们是希望是好的一些信息，还有一些正确的一些科学信息呢，是比这个病毒传播的更快，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不单是我的工作，这些是所有的纽约市民呢都是可以帮忙可以做，就是不要去传播一些不正确的消息，包括这些在社交媒体上面去看见的这些好像真的一些消息，因为你当你去传播一些信息的时候，因为这些东西就是传播给你的亲戚朋友，对方对你有一定的相信，所以他可能也会相信了这些虚假的消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我们的自己的一步，可以去。To an unforeseen scheduling issue, the Congresswoman will be 在这个大流行里面去最好的应对。
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很遗憾，这个国会议员没有办法来到我们中间。那我会继续去为大家去报告一下我们国会议员办公室关注的一些事项。From October 31st to May 31st, the city requires building owners. 那我们呢是第一部分是关于供暖的一个事情的。那供暖的事情呢，我们纽约市是有一个规定，房东有义务每年十月一号到第二年的五月三十一号呢是应该开暖气，维持房间的一定温度的。那早上六点钟到十点钟之间呢，应该是在气温下55度以下呢，应该是保持在房屋应该保持在68度以上室内温度，十点到六点晚间，如果户外温度是40度以下，屋内的温度应该保持在华氏55度以上。如果是你是发现你的供暖系统是没有运作，或者房东是违反这个规定呢，你可以去打311投诉。还有如果你是用这个区域性的这种供暖的话，一个小的一个供暖的电炉的话，那你应该是在墙边把这个机器在靠近墙边的时候使用，当你离开这个房间或者在睡觉的时候呢，应该把这个机器完全是断电，不要在上面挂任何衣服。另外呢，我是想提一下紧急租赁还住计划呢，如果你是申请过的时候呢，你的房东是不应该去驱逐你的。那这个我们也要提到，这个如果你是被房东去锁门的话呢，那个锁门的这个动作永远是错的。所以如果你是知道有这种情况呢，你可以打311。还有其他权利。包括一些自己去进行，房东自己去进行的一些驱逐的行动，这些全部都是非法的。Under New York City's Right to Counsel RTC law, legal services are free. 在这个根据纽约市的这个法律呢，这个法律的服务对于房客来说呢，是全部都是免费的，所以你是可以上网去查你自己的zip code， 你自己的这个邮编号码，所以去找到一些免费的法律咨询。那这个事情这个提供呢，也是不论你的移民资格的，你可以打311去求助。现在有一个新的计划跟大家分享一下，是纽约州房主还住基金。这个是一个纽约由联邦政府资助的计划，是帮助在 COVID-19 大流行的时候造成的经济困难，还有房东呢或者房主是有面临违约，还有取消这个赎回权和一些风险的房主的。那房主呢是可以去申请这计划，如果他是有一个抵押房贷的时候有拖欠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马上去申请。Applications will be processed in order that they were received. NYSHAF expects to receive significantly more applications than can be funded by the program. 那他这个计划呢，还是我们是知道这计划是有这个资金是有限的，我们也呼吁大家是去尽快的申请，因为这个申请额呢是可能是大大超过于计划可以资助的数额的，但是这个申请呢就会按照这个顺序进行来处理，提交这个申请呢不保证你可以得到财政援助。I would just like to thank you all for attending this town hall. 感谢
我们这个社区，我们是来居民今天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啊、今天。And thank you, Dr. Choksi, for joining us this evening. 今天呢，我们因为国议员呢是没有能够参加，所以呢，这个问答小组呢，你是我们没有办法对对你的这个提问做出回应，但是我们是非常重视你对我们这个区域里面提问的啊，我们的办公室会妥善回复你。感谢大家，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晚上。